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日平安！真的感谢主，让我们欢喜快乐来到这里。诗篇当中哈，28篇第七节说到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的心欢乐，我要以诗歌来颂赞他。让我们来以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，们。
主，你的灵就在这里，你能听见我们的呼求，你也明白我们的渴望。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你要让我们疲乏的得能力，软弱的得刚强。你让我们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。我们要靠着你的能力，我们要来暂时上腾。
们现在在何等的境遇当中，不管我们的光景是如何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他创造了宇宙天地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是我们的神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愿意回到他的宝座，他必赐下圣灵恩膏和大能，他必能来帮助我们，能够飞越一切的风暴。神的主，真的是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必会带领我们，真的是冲破所有一切的黑暗，让我们真的在你的圣灵当中，在你的大能当中，我们要翱翔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如鹰展翅上腾。Yeah.
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把荣耀归于我们的神，阿门。